外媒把亚洲大咖全认错，周董变老萧，昆凌是无名氏，巴黎时装周又闹了一个大乌龙，众星聚首花都，本来可以开开心心享受欢乐时光，怎知外媒严重点错香，搞到尽尴尬。外国人看亚洲人长得都一样，先有28岁韩星朴信惠与31岁内地女星江疏影调换了名字，继而是 FX 队长内地人气王宋茜被误当泰国女模 Lim Morsano， 而最惨的是周杰伦竟然变成了萧敬腾，昆凌就被介绍成 A Guest。内地网民就此事做出了结论，明星真的红不红，火不火，国外时装周走一走就知道，外媒对你的认知度高不高。像之前的范冰冰，她在时装周也多次被外媒误认，但是经过参与几次国际电影节影后，彻底在国际上打开了知名度，外媒对她的介绍并无差误。不过惨的就是她男友李晨被当成是粉丝，结果就被一只猫头马赛克。